哈喽，来到龙龙园啦。OK。现在外面很冷，14度而已。然后龙园这个蛮好吃的，它其实水饺趁热吃的。那现在弄这样子哎、欸，帮我加一点好不好？帮我加一点，没有那么晚。辣椒，然后再用盘子。哎、欸，辣椒还是酱？你帮我弄一点，像你这样子，哎呀。然后今天天气很冷很冷，我妹跟她男朋友去很多点，我走过的点，然后现在终于340个订阅了 ，OK。好好，这样子 OK。好酷哎，要不要酷？好，点点出，一点点出。他们一来就不到嘴，就掉嘴了吗？真的，看看辣椒很好吃。嗯，要不要辣椒？看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喝，我们看有没有。OK。它的辣椒真的很好吃。金城吗？金宝。啊？嗯。金宝。水饺真的是。跟昨天做的不一样。我还要准备拍金门美食系列。嗯？辣椒你要吗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就买一罐的那种。好啊，就这样。我好啊。叫什么？好。辣椒他说香辣椒真的好吃。那种这香蕉有香香的感觉，嗯，这是很有 CP 值的。然后我那影片会。慢慢改，拍旅游的，然后还参加了这些工作，继续开箱的。其实多元化，那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所以我的频道就多元化，什么都有，满足各种不一样的族群。现在我的主食还没来，先吃这个。嗯，真的。一堆人了，嗯，这影片先到这边了，等一下另外有的东西要再拍 ，OK， 需要影片拜拜，好，除了需要影片，欢迎订阅，拜拜，再见。